六只山啊，一个洞残，一个洞残。这样还有一个，后面倒还有一个。我找一个六十三，牛逼！我们一个，我们地道，地道。有没有指挥官？我要怎么买教练？教一下。你娘啦！我只玩一个礼拜啊！别按着内麦啊，靠腰我。谁是指挥官？感觉检讨超人是指挥官。你起了，我可以跟你起，打自己的哈。打，我去二楼。我烟装楼下。烟装楼。还会丢 VIP 烟呢、欸，强哦。二楼下，二楼下一个，二楼下。CD 最后一个。所以啦，那都丢啦！哎呦，有那么难吗？啊、就这样而已，轻轻松松。你好像很适合当指挥官呢、欸，好强哦、喔！下战术都赢呢、欸。一个去骗一下 B， 一个，另外四个打 A。忍者位，二点前面。指挥官，你好猛！再下个战术吧，怎么打？这把冲一个中路好了。好，冲中路，走拱门进来。屌虐了，赢了，这把不可能输。哇！好，就这样，紫色去 B， 我们两个走 A， 稳。一个气势，一个气势。两，我们两只。窗户跳下来了，黄色。为什么这一把看不到排位？还是这把不是积分排错了？我们在瞎打，打了一把没有积分的游戏。两个 B 二包，随着你移动，枪口就在你背后。看到我出现，你快脚闪现，我快速闪电，那是我的指尖。不是蓝色，你就看你的二楼，那边不会有人来了。你俩蓝色，以后禁止邀这个蓝色，不进 disco。可是你不是说他是指挥官吗？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？我跟他讲话他不理我，我哪里在啊？我刚跟他讲话他不理我，重点是他包掉了，他也不知道。收下回来，这算是吃大鼠。阿兵哥没有放劳动节哦，这一把差不多了，有点累了。谁是指挥官？我们先讨论好。我没有想法，我是无情的。开枪机器，我很烂，我只会开枪。没想法，没想法。有。啊，怎么又这张啊？米垃圾。神经病是不是？邱大侠。好好笑，对面有一个白痴。那什么国中生在笑？哇，好爽哦！哇。你是国中生是不是？哎、欸，我要高中了，好不好？哈哈，你俩国中就国中，要高中了，而且国中生他妈的还要高中了，那就是你当指挥官了，国中生大有可为啊 ！OK， 啊，一口，一口两口三口四口，我们 window。怎么打？抢中路还是怎么样？要狙吗？又不会玩，听你的，靠背连接，六十三啊，一个洞残，这样还有一个，后面倒还有一个，后面倒一个六十三，牛逼，我们一个。我们地道，地道。阿伯，我包怎么没捡到？要抢啊！
那你又捡到包啦，捡到蛋啦。哎呦，也是。你们要讲啊，靠腰没捡到包，你要讲，你们全部在看我表演呢、欸。要捡，帮我看一下，我以为我捡到，我想要有声音啊，靠背啊。你说目不转、欸、目不转睛吧？林尼亚的鸡掰了，目不转睛。跟我讲啊！我就在，我他妈在专心架枪，不然他妈叫你们进来玩是他妈进来看表演的，是不是 ？A 爆闪，六十六，二楼六十六。A， 哎哎哎 ，A 没人看。哇！比较。我们干嘛干嘛？爆炸 A 了！牛逼！我帮你打了那么多支，你还给我在那边 A， 往后丢，谢谢。后面啊，向后转不会啊。我是要那一把，不是这一把，这把你又不会玩。好，你要那把，你不要一直接，你要啦，花时间好不好？小心 B， 来一个，啊！好哟，都你啦！哦，我没想到你要比较便宜那把。你那么烂，你是会玩是不是啦？超级掰！你又不会玩那把枪 ，A B A B 点包掉在哪都不知道，你会玩他妈这把枪吗？鸡掰呀！你娘嘞，那么拖时间嘞，操！哎，我问一个，妈的，故意来戳的是不是啊？嘿嘿嘿，玩，都你啦！妈的嘞，真不爽！王牌中的王牌。明天有机会再来。OK, 我先更新一下特战英豪啊。谢谢。OK, 拜拜。拜拜。你们这些水货。